彰化义勇消防总队防火宣导大队105年整编，由副分队长徐雪珠接任防火宣导大队大队长。5日义消总队、大队、中队及所属分队联谊，借此展现团队士气并增进情谊。今天是我新任大队长受证联谊，那我们也同时希望所有的分队长在这3年里面能够共同的努力，把我们彰化做到零灾害，也做到最安全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希望新的徐雪珠大队长领导我们护先姐妹们能够让我们护先的业务、防火的业务、宣导的业务以及 CBR 的推广业务都能够蒸蒸日上，能够业务都能够推展得很顺利。魏县长授旗给徐雪珠大队长，同时向所有义消兄弟、宣导姐妹致上敬意与谢意，感谢他们与县府团队一起营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公益频道许维珍花坛采访报道。